早上好，我已经到了阿拉斯加的 Anchorage， 一下飞机就看到了连绵的雪山，就是我最喜欢那种景色。天气比较 mild， 不是那么冷，但是现在早上有点凉。那我们就 check out 酒店，到 downtown 稍微逛一逛，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有一个大巴接驳大巴到那个游轮的港口去 check in 游轮。我们这次选的是一个单程游轮，就是自己飞到 Anchorage 上船，是一个7晚的游轮，最后在 Vancouver 下船。这样的好处就它单程你不会来回的在路上花一些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就纯坐游轮赶路的那种时间。那我们现在单程的游轮几乎每天白天都停靠一个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也好或者城市也好，这样就玩得比较充分。我也是自己非常非常期待。Hello， 大家，这个登船的地方还蛮难找的，它在那个 Egan Center， 就这里。所以我们是打了一个 Uber 停在这里，然后往前走，到了 Egan Center， 然后这边有一个 Princess Cruise 的这个标志的旗，然后走进去就可以 check in 了。然后在这里可以把行李都寄存了，大家看，就是行李这边就可以寄存，而且它可以分，有些是跟着你上大巴的行李，有些是直接就到船上给你送到你的房间，所以我们行李在这边办理登记。Hello， 大家登上大巴，然后这里面又给大家几个 tips。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登游轮的过程是非常久的，像早上我看有的游客8:30就到刚才那个集合点了，然后12点才坐上大巴。我们是10点到的，现在是1点才坐上大巴，大巴还要有2个小时才到那个游轮的港口，所以整个时间比较长，大家一定要吃饱了，也要给小朋友带一些零食或者水。然后包括也可以给小朋友像带一些画画的东西啊 ，sticker 的东西。第二个 tip 也是从 Uber 司机知道的，就是坐大巴呢，你尽量坐在右侧，这样一会儿这2个小时过程中可以看到很 amazing 的那个山，就是很漂亮的景色可以看到，那可能拍照啊，就是观看会更好一点。Hello， 大家，我们这边过了安检就可以登船了。过安检的时候，提前寄到家里，或者你在这边领取也好。它叫 medallion， 就是这个船上用来识别你身份的一个东西，可以开门呐，可以消费啊，这样的一个卡。那外面就是我们的公主号 Sapphire 游船。我们的房间在9层，我们订的是带阳台的房间，而且是就是叫 suite， 稍微房间面积能大一点。它一走过来就自动开了，开灯，开灯，给大家看一下房间。进门哦，这个储物空间比我想象的大哎，像一个小衣帽间一样。这里面是什么？哦，这里是洗手间，洗手间是有一个浴缸的，然后厕所这边是洗手池，我觉得都比我想象的大。然后门口这边有一个放东西的，有电视。这边有一张 king size 的床，还有床头柜呢。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梳妆台，可以化妆。然后这边有一个吧台，2层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沙发的这种像可以坐的空间，但是这个沙发晚上就可以放成一张床，小朋友可以住。然后外面就是阳台，哇，打开看看，这阳台都是水，因为今天下雨了。然后看，外面就是雪山，就是放两张椅子，一个桌子，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觉得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大，很棒。上船之后在房间收看安全提示影片、教育影片，然后到他们所谓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打卡一下，就是扫一下你这个 medallion， 打卡一下就算完成了安全培训。No, I want black. 我们到这儿买那个表带，就是可以把那个牌子放到这个表带里面。参观一下设施，但现在太冷啊，没有人在上面游泳啊什么的，迫不及待的要去儿童那个 kids center。 这边是一个室内的那个泳池，有棚的，这个有人游，这比较暖和。这里是一个自助餐厅，然后这边有些甜品。到了这个，这还不是 kids center， 是一个小孩的游乐室吧，家长得在这看着。今天晚上订的这个牛排好像是第一个来的，人家五点开门就来了，今天晚上就不去吃自助餐。菜单还蛮好的，而且好像特别划算，虽然我没开始吃，它39块钱一个人，但小朋友便宜一些，所以平均下来每个人大概20多块钱。然后上面的主菜就是各式各样的牛排，另外还可以有一些 special 的，比如说你加10块钱就可以吃到阿拉斯加本地特色的那个 King Salmon 什么的，所以就是选择还挺多的，所以待会儿等菜上来试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吃过饭，小朋友就强烈要求来这个 Kids Center， 然后这边就可以 drop off 小朋友的，所以晚上可以让他们在这玩一会儿，然后大人可以去看表演、脱口秀啊什么的，因为小孩对脱口秀也不感兴趣嘛，所以他们就来这个Kids Center 玩。这边晚上要11点才可能黑天，所以在晚上吃过饭，天还特别的亮，还有点下雨，然后我们把小朋友放到那个房间就可以出来走走，还没有开船，今天晚上8:30才开船。表演回到房间，他这个行李已经送来了，我现在整理一下。然后他这边房间整理速度也很快哦，他这个床你看上下铺的，哎，这个超出我的想象了，我以为就是那种单层的，两个小朋友挤一张床，但他这个上下铺的也给铺好了。好，那就准备睡觉了，迎接明天的行程。
Hello， 大家，今天是我坐上游轮的第一天。早上我一起来呢，就觉得不是很清爽的感觉，然后整个脸很肿，就是不太舒服吧。因为今天没有下船的项目，一天都在路上赶路嘛，所以就一天在船上。到快中午11点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就吐了，回到房间吐了。之前吃了晕船药了，但是全都吐出去了，然后头还疼，吃了止痛片也都不行，全吐光了。两个小朋友还好，就他们都没什么事儿，和爸爸一起吃饭啊，中午去玩呐、啊，然后又去 Kids Center 玩呐、啊。然后我下午4点睡了一觉，又吃了一些止痛药，好像现在终于好一点了。因为早上的时候它风浪有点大，就现在是下午就比较平稳了，我好像好多了，所以我就爬起来给你们录东西。正巧我们驶到了 Hobart Glacier， 所以现在赶紧到甲板上去拍东西。我今天在下雨，能见度比较低。天哪，这能见度真的是很低，但是我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个浮冰的，是一个亮亮的一块，看到吗？拉近一点，就是亮亮的一块。就下着大雨呢，我这相机都淋着雨，但我真的完全不晕船了。我从晕船的这个状态中活过来，我真的早上就是半瘫了已经。小郭也准备跃跃欲试的出去阳台上玩一下了。这次旅行给带的都是这个 Moody Tiger 的衣服。我以前觉得游轮是不是要穿的正式一点，结果我觉得阿拉斯加的完全不需要，还是要运动保暖舒适 layer 为主，所以我这衣服真的是带对了。你这个是 octopus 吗？是的。啊，这是你在儿童中心做的？是。No, at the treehouse。哦，好，那你去阳台玩吧，好吗？眼睛看着比那个拍出来要清晰，就可以看到那个海面上点点的浮冰。Hello， 大家，今天晚上的晚餐全船叫 Formal Dining Night， 所以我们不得不穿的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在那种 hiking 的衣服了。因为我要到那个餐厅要走过一段外面的甲板的路，就特别冷，所以非常神奇的是我这条裤子里面大家看穿的是羽绒服裤子，但是它这阔腿裤嘛就能把羽绒裤子套进去，反正是肥肥的也看不太出来，稍微涂点口红画个眉。晚餐的餐厅它其实是包含在船费里的，就是免费的，但它里面也有一些额外加钱的，比如我今天点了加19块钱的一个 lobster tail， 就是龙虾尾，但它其他的菜都是免费的，然后小朋友有小朋友的餐，你可以不只点一个，如果你能吃得完，当然吃不完也没关系吧，然后我们就今天就点了一些。So that's for mommy, right? That's for me. Okay, please.尝一下我这个加了19块钱的龙虾如何？还不错的，真的挺好吃的。它那个肉很甜哎，就很新鲜。我觉得比我自己在 Costco 买那种好吃。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在船上的第三天啊，第二个晚上早上醒过来，好像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没有觉得特别的晕，然后醒来马上吃了两片晕船药。一会儿我们就会到达国家公园，就是冰川国家公园，在这个冰川里面360度旋转。这一站呢，不是所有的 cruise 都停的，做攻略这一站会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在选 cruise 行程的时候特意选了包含这一站的 cruise。 待会儿呢会给大家拍一拍看一下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llo 大家，我们已经驶到了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为了不错过美景拍东西，我们就弄点吃的在房间里面吃，随便拿了点吃的。我在吃 orange flavored jello。 OK， 吃的 watermelon jello。虽然不是晴天，但是起码没有下很大的雨，还是能很清楚的看到冰川。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大家现在船就停在了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惊奇的发现我拍到了，就有一颗冰川它掉下来，然后当时整船的人哇、哦、那种感叹大自然。现在我这个船就在转圈了，就是在这个 Glacier Bay 里面转圈，360度转圈。船的两侧舱位的所有的游客嘛，都是要欣赏这块冰川的。停在这边时间已经蛮久了，所以现在在转了，就转去另一侧。
游轮最让我惊喜的一点是它有洗衣房，这样我们就不用带特别特别多的衣服，就中间可以洗嘛。所以现在有一点空档，我就把衣服拿过去洗一下，我还没有去过呢，就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了，到了，就是 laundry room。然后这边是可以买 token， 还有可以用中文选择。出来一盒，好，就把这个打开。好了，洗干净了，体验还不错。我在洗衣房那儿叠了一下，把都收纳成一包，都烘干了，所以就可以直接穿了。哇妈吃了，全都给干光了。头一次我们家吃甜品吃得这么干净。这个是有荔枝味，还有玫瑰花的香气。然后这个就是巧克力慕斯。大家早上好，今天是登船的第四天早上，现在很早，8点钟，终于可以下岸去游览了。今天报的前两个项目是坐直升飞机看冰川和狗拉雪橇。那这个我们家小孩比较小，就不让参加，所以把他们先放到儿童中心。我们11点回来接上他们，下午再带小朋友一起去坐小火车。Hello， 大家，我们领了号，然后在那个剧院排队，然后再被领下来登船。因为今天说是那个港口坏了，所以我们的船就靠不到那个港口上，否则自己走下去就可以了。现在我坐在这个叫 Water Taxi， 就是那种接驳的小船，然后要等着乘满了再到岸上去。的魅力就在于经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早上等得很早嘛，然后下船坐那个 water taxi， 我和我老公就说，哎，怎么看着这时间不多了，然后我还安慰他说，这一定这直升飞机团是给咱们这个游轮专门安排的，这样我们迟到了也会有人等我们的。果不其然，我们下船的时候，人家通知说你们迟到了，赶不上你们原来订的那个直升飞机的 tour。 今天早上还有400人去坐那个什么小火车，所以他们为了让他们下船就耽误了我们这种小的直升飞机团，所以我们现在就 reschedule 一个小时以后了。但时间非常紧张，因为我们中间回来还要上船去 pick up 小孩子，然后再去坐下午的小火车，就是到时候再看了。
边雪橇的那个工作人员吧，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山上的，就住在后面那个帐篷里面，大概五六天都住在这边，可能中间有一天去趟上，因为他们要照顾这些狗狗，所以他们就和狗狗住在这儿。他说这边有 kitchen， 有厨房啊，有 WiFi， 所以就还行。对，然后这就是他们的营地，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挺冷的，就很冻脸。然后刚才我们其实整个拉的过程也就十几分钟，但是狗狗都要歇几次，就不会让他们一直跑。我看这边的工作人员跟狗狗还挺就亲密的，经常会爱抚他们呀或怎么样。大家，我们又接小朋友去这个 Skagway 的岸上了。我打算稍微逛一逛，因为早上直升飞机和小狗拉爬犁那个就耽搁了嘛。后来因为天气的原因回来就赶不上下午的小火车了，所以我们带小朋友就只能在趟上逛一下了。由此有个 tip， 就是游轮的话，你安排行程可能一天只能安排一个，你要搞两个，即使中间留了充裕的时间，因为它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事件，很有可能就接不上了。所以对，也就只能报一个项目。Skagway Downtown 上面有一个 Visit Center， 这会展出一些当时淘金热修的这个铁路，在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然后就修了一个铁路，所以人们就纷纷到这边要淘金。但是这个铁路还没有修完，没有完工，这淘金热就退了，然后所以这个铁路就没有，最终没有用来淘金，就是现在就是用来旅游观光了。然后这边就是小 Visitor Center 呢，就是展出了很多历史的东西。走一个 trail 小走一下，到哪里都不能落下军训。哇，我们爬到了，好漂亮啊！我们不往上爬了，就到这儿了吧？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天早上坐直升飞机狗拉爬犁，然后被延误了，坐不成小火车，下午又带着小朋友下船稍微逛了一下趟，稍微 hiking 了一下，然后我们又回到船上了。今天晚上订的就是这船上比较应该是最高级的一家意大利风味的餐厅，然后它是每个人$35，但是小朋友便宜一点，来试吃一下。总体来说觉得 Princess 的船上吃的都还挺不错的，即使是不要钱的那种点餐，我觉得也媲美湾区我们家附近那种 downtown 里面的西餐厅，比那个都要好吃。它的甜品尤为出色，你可以 reserve 位置的那种餐厅，但不花钱的，那里面的甜品都媲美湾区的一些专业的那种法式甜品店。然后像这个餐厅还有牛排餐厅，就是付费餐厅的甜品就更上一层楼，所以我每顿饭都吃两三个甜品，就真的是太好吃了。Thank you.